Hello， 欢迎收看本期的小操大吐槽，我是小操。做贼这一行是自古就有的八大偏门之一，讲究的就是神不知鬼不觉。虽然这理论人人都懂，但是真的实践起来却是难上加难。地主各类影视作品，其中的笨贼形象多不胜数。今天小操就从《南偷北盗跆拳道》这部电影来给大家解读一下。第一类，自称在世活道圣，出手就是个傻儿愣。这类笨贼一般出场时面容冷峻，不苟言笑，自带一脸干他妹夫的气场，眼神飘忽，若有所思，自信满满。追求效果的还会配上一个一听就不好惹的 BGM， 如果配合着弹幕观看的话，会呈现如下效果。哼，这个地方真是卧虎藏龙啊。哼，但是这类笨贼一出手，鬼鬼祟祟的眼神，狗狗嗖嗖的步伐，头套都不戴一个，生怕摄像头拍不清楚，豁出命去捞偏门都赶不上热乎的，使出吃奶的劲，终于得手了。结果交易的时候还容易被买家摆一道。此类笨贼在生活中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loser， 旅店碰见上门大保健的，长成这个样都能给他迷得伸舌头瞪眼睛，拿个破手弩比比划划，结果第一次见红是意外的射到自己的屁股上。而这种笨贼的结局也不外于让人耍得跟孙子一样。第二类，老大智商不在线，小弟没事瞎耍剑。此类笨贼通常是半路出家，技术不高，毛病不少，手段不多，设想挺好，一般以二人或三人的组合为主。小弟通常没有抛弃游手好闲满街耍流氓时的固有习惯，肉是一副咋咋呼呼外强中干的模样，且智商通常不会高于75。而老大虽然在心里已经明确了自己的职业定位，要成为一代贼王，也能按照这一行的惯例购置一些必要的装备，比如丝袜、手电筒等。但业余的毕竟是业余的，平时超市里顺两瓶饮料，偷个晾在外面的大妈内衣还能胜任，可一旦要有大动作，就立马恢复成毛贼的模样，半夜出去偷东西穿得花里胡哨，生怕别人看不见，买了丝袜不知道带上，你说你这俩钱花得冤不冤吗？人生最大的悲剧就是能力撑不起自己狂妄的野心，这哥俩就是活脱脱的例子，回家收个废品啥的吧，对你俩来说挺好。第三类笨贼还有夫妻档，不偷东西瞎逼了。这类夫妻档笨贼之间通常都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生活的柴米油盐已经渐渐腐蚀了当年南城双煞的斗志，夫妻间的琐事往往会成为行动失败的导火索，房贷车贷猪肉涨价，老公年长力不从心，以及看了那么多缺德事以后会不会生孩子没屁眼的问题，都是高危敏感地带。肩负着这么多压力，别说出去偷了，就是在家干呆着想想都头疼。看看这媳妇儿刚刚又大发善心去外面捡了一个脑子宕机的大小伙子回来，小操听过捡钱的，听过捡漏的，听过捡便宜的，听过捡骂的，就是没听过谁脑子进水捡个大活人回来的。不是，这玩意儿是能吃啊还是能用啊？总之这三种个人风格强烈的笨贼凑到一起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传说中的生财圣物到底是真是假，当机的大小伙子又隐藏着什么秘密，据说2017全新升级版生财秘籍就隐藏在这个故事之中，而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南偷北盗财神道。扫码或者搜索小略工作室微信公众号，更多原创搞笑栏目喂饱你哦。